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29度。太武兰以春日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29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9度。高雄的桃园纳马夏茂林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8度。嘉义的阿里山地区却要落在12到27度之间。南投的仁爱鱼池、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9度，最高温25度，有50%降雨机会。台中的和平地区却落在14到25度之间。苗栗的南庄、石潭、泰安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5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12度，最高温25度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4度。宜兰的原乡、大同、南澳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7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24，最高温28度。寿陵、万荣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8度。寿丰、丰滨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28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27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在卓溪9度，最高温27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28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在海端17度，最高温26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28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低温在金峰17度，最高温来到31度。兰屿地区却落在25到28度之间，而外岛地区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是19度，有80%的降雨机会。